相声大咖认贼作父，很多事很伤心，但是人生是在伤心过程当中，谁也不该你的，对不对？人凭啥养你？凭啥啊？对不对？这不都是相辅相成的吗？对吧？还有人说老王现在直播，每天这满嘴胡油沁，对吧？满嘴胡油沁，有的人还把我直播的录屏去给侯卫华先生，现在侯二叔看去，还有人给我两头传话，侯二说你们别给我看小汪这些东西，啊，你们也别想打我这听到什么啊，我们爷俩也多少年没见面，但是他说什么我不管，但是我一个不字儿，因为他给我爸爸端过屎倒过尿，他给我大哥于世友养老送终，他还伺候过我弟弟，所以他说什么。我都不能说他，就这句话够吧？人老了都明白了。哎，我那阵受那苦，哎呀，我这活了五十多岁，福啊，什么福啊，我也都想了。哎，酒啊，啥好酒也都喝了，嘴也喝歪了，什么东西都相辅相成的。你不受那罪，你也没有今天这个休闲的日子。哎，你不喝那个酒，你嘴也歪不了。哎呀，谢谢触动，我触动你了，你们触动了我，对不对？你不遭那罪也不行，你不喝那酒，你也歪不了嘴。你歪了嘴，你可能又有了新的天地，对吧？啊，两个人给我传过来这话了。侯二叔说的啊，两个人给我传着啊。老些事我是看得太清楚了，只是说我这人就吃点亏，我忍了。第一波捧你的是日后最想弄死你的，对，我忍了不吭声。谁是弱者？我是最弱的。当初我爹海清把我爹弄成那样，弄得我爹没师傅，我没师傅，对吧？然后把我就那么啊，师徒俩就那么明着骂，转头来告你，那叫杂卦。对不对？然后还给你扣个，我们是发小，你给我拿出一张三两分。任何时候的一个照片来，然后哎都欺负我，谁欺负你了？您拿出个某年某月某日来，转过头来，啊，你们就登报纸，啊，念侯大师名单，这边，啊，你们师徒俩人骂着我，这边你二大爷那念名单，啊，是。贴点边的都算侯大师徒弟，我爹不算，还不行，啊！他说我蹭他热度。05年的时候，我火到什么程度啊？别说05年，95年我火的时候在什么时候？我85年在天津都什么地步了，对吧？然后说我跟他蒙兄弟，还给我找个干爹，说我干爹是连春明，哎，我哪儿那么些干爹？我没干爹，我有个亲爹叫于世友。其他的我有干儿子。在法律管不着的啊，那个所谓的一些地界儿，我们人心是应该有。太棒了，说得好。这个人心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道德，这个道德的这条线，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是一致的。对，法律管不了你。难道道德就不能管你吗？那自己管自己，那是约束。我期待咱们大家把这个道德这条线，放在那个比法律那还高一些，那还要高的那条线，那么严格来要求我们自己，要求一个像商店里的服务员一样啊，这商品啊出了什么毛病，说是豆腐馊了，菜烂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这服务员是有一定责任。但真正意义上重要的责任应该来谁负，由谁来负？我觉得这事儿应该讲清楚了。完，因为他的脸熟，大家都认识他，
大家都一致要攻击他。我觉得这事儿，一我没惹任何事儿，第二没给侯家这个抹黑，我兢兢业业啊，在完成师傅的遗愿，是吧？但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。那么我刚才说过那句话，是马善被人骑，人善被人欺，你别欺负我，你说三两说三道四说两句都没有问题，我都能扛得住。但是啊，你这样要是一碗水端不平，对我们有个偏见，或者是内部跟内部就互相整，为老不尊，这我就不能再答应了。为老不尊的，既然把话能说到这份上啊，那我就不说谁了，自己谁他肯定是知道的。所以我说，我从现在也好，过去也好，将来也好，我一直坚守我的信念。我既然拜了侯耀文先生，那我的一生就要完成对侯先生的敬重以及传承他的事儿。虽然我做的不好，但是我尽力去做。我绝不能在我们自己家庭的内部啊，用你这种家长式的身份想压谁，这不可能。忍了这么多年了，说实话，所以我今天也不想点谁的名，谁心里都知道啊，自己的事儿说自己的事儿，不要去强迫别人，是吧？金林爷，你说话注意啊，我觉得你今天晚上说话这个主题是四个字啊，为老不尊啊，你这样说话会造成给小作文很多影响，你这样你在我直播间说话要负责任啊。我们这一代还有老人呢，有人说我还有诗诗，说要把我还有诗诗，你旭旭不是我大爷吗？你旭旭，去你大爷的！所以我说啊，在一碗水不端平的情况下啊，我不干了，不是在过去那个人了，对不对啊？过去我逆来顺受，忍着好多事给面子，可但是赵本山讲话，我忍到头了。我这个年龄怕谁啊？是不是、啊、我谁 ？24 hours later， 今天是八百年。和尚去世叫圆寂，皇上死了叫驾崩，诸侯死了，啊，这叫轰。咱们看《红楼梦》不也是吗？贾母去世了，丫鬟进来，老太太轰了。啊，你这得懂这个字啊，老太太轰了，去世了。你要不明白要亲命了，老太太轰了，坐炉子上了是怎么着啊？士大夫死了呢叫不禄，其实过去士和大夫分两种啊，士死了这叫卒，大夫死了叫不禄，大夫是朝里的官，不禄不再是朝廷的俸禄，吃不了了死了啊，普通人没有了才叫死啊。还有一些跟我作对的人去世了，叫欧耶。关注我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。